最近咧，咁就派咗首新歌《Best》啦，咁就上宣傳，咁同埋就為五月要上嘅舞台劇《Exit》就積極準備啦，因為要其實 Covid 嘅請人啦，因為其實佢舞台劇演員咧，然後個體能要好好先至得嘅，即係然後話要好殘咁樣咧，真係唔可以入到去咁樣操練嘅。咁主要係舞台劇排練啦，咁同埋天仔要做好多嘅工作，仲有去馬場嗰度同啲馬仔實習啦，同埋要係試下感受一下喺馬場工作嘅氣氛係點。因為我個角色咧係喺馬場嚟做嘢嘅，主要呢一類嘅員工呢樣啦。咁希望六月嘅時候之前啦，咁就可以出多兩三部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沈明。咁如果你咧想多啲留意到我沈明嘅动向，就记住留意最新一期嘅 Men's Journal 同埋 Men's Journal.com。